这两天要弟兄们要多加留意。好。我总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似的，可是就想不起来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连句话都不说？你倒是想想看，我们在哪儿见过？红姑娘，你这个急性子怎么一点没改？那天在长山城中，你骑着快马在街上乱冲乱撞，要不是我救得快，有一个小女孩就给你踩死了。哦，怪不得我觉得面熟，原来是你救了那个小女孩。你记起来了？我那天一心赶着要去报仇，没想到马快，差点闯了祸。要不是你，唉，如今事过境迁，也不必再想他了。咱们得好好研究个法子，怎么样混进寨去杀了那个土匪头。什么？还要想个办法混进寨去？那多麻烦！干脆，你我二人闯进寨去，把他杀了，不就完了吗？红姑娘，你想得太天真了。不要说寨里有那么多的土匪，光是那两个匪头就不好对付。要不，令尊也不会丧在他们手里。人多又怎么样？你外号铁掌钢刀，难道还怕这么几个人？哼，我可不怕。你要是不去，我一个人闯。红姑娘，事关数十万灾民的镇金，你轻举妄动不但报不了仇，还坏了大事。那依你怎么办？匪头好编魔，倒不是浪得虚名，凭我的本领大概可以跟他打个平手，不过他那编中另有古怪，可就难防了。反正总得想个办法破了他那编锁才行。哦，那要是你一辈子想不出来，咱们就一辈子不要报仇了。哼，我可管不了那么多，要是他一碰着我，我就拿这个琴的。红姑娘，咱们今天先找个客栈休息吧，等我想出了办法再马上告诉你。算账。嗯，啊，好好。姑娘，这么晚了你还出去？我今儿晚上不住在这儿了，明天一清早把这个交给跟我同来的客人。那这钱是给你的。哦。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怎么早没有想到？
刚才。什么人？好，来，是，开门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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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Thank you.
这样才是一劳永逸，先把他关在地牢里再说。拿下。是。客官您早。早。跟您来的那位姑娘昨晚上就走了，怎么说，这封信是留给您的。真是糟糕。这附近有铁匠铺没有？有，您一出门右拐就有。镇上有没有打头铺？有啊，前边路口向左拐，第二家就是啊。哦，